是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与佛有缘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很高兴在这个美国50周年的庆典大会之中，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各位来谈谈佛法，内心之中感觉到非常欢喜，非常的荣幸。我的问题，这个题目，素心清净与国土庄严，这个题目太广大了，也太甚深了，几乎可以说涵盖了全盘的佛法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的跟各位来介绍。我想讲完以后，大家讲45分钟到50分钟。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让大家自由来这个发问。那么首先啊，在这个问题的提出来，我们作为佛弟子就要学佛，要修行，要做人，要做事。学佛修行离开不了做人做事，把人做好了，把事情做得完美了，那么这一堂就是佛事，你就已经取向菩提大道，向成佛的道路走上去了。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佛门弟子面对一个问题，助力利他，在两者之中不可兼并的时候，我们应该以哪一部分为重？先助力而后利他，或者是呢，把利他别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哦，所以在这里，哦，这个我们说，假如我们不能助力，又如何利他？可是，我们如果是过分的强调助力，而忽略了利他，那么这个站在佛道、菩提道来讲，有一点啊不相应。所以这个啊住心的清净与国土的庄严啊，那就是在这里住心的清净包括了佛法里面的这个解脱道，个人生死的解脱，这是一个很重要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何去利普度众生，利济有情，就是管理声闻的解脱道跟大圣
的菩萨道，这里两方面一个的这个分别。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强调住心的清净，那就是说你就忽略了国土的庄严，那一心一意的向我们修行的目的往解脱生死、解脱苦海的方向走去，这是住心的清净。那么国土的庄严就是说我个人生死当然重要，可是众生的痛苦我们更关心，所以声闻得解脱道侧重在住心的清净，而大圣的菩萨道就强调国土的庄严。可在这里我们一般的佛教界讲到我们汉传的中国佛教大家都在修的学的叫做净土法门 Pure Land。 那么这个现在说我们这个道场美国佛教会庄严寺，我们是要庄严自己和庄严别人，是要把自己修好，或者是说一心一意的去为众生。这里面就是说我们也许很多人就说当然了，我们自己要修也要利益众生，助力利他，同时并重。但事实上呢，在很多情况不能两者并肩的，熊掌不可两肩。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只有选择你要鱼要熊掌。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说两个都很好，素心清净个人解脱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想想看，我们在生死的轮回之中一生又一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离苦得乐达到彼岸去呢？所以每个人生死的问题，生死苦站在佛教里面是很迫切的问题，很迫切的问题。那么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如果一一的为个人了脱生死，所有时间精神都放在这里，我根本没有时间。比方说现在我们在这里要讲经，要弘法，要办种种活动，那我们就觉得耽误了我修行，耽误我这个解脱道的进修。在这情况之下呢，你就两者之间必须就是说先以哪一部分为重如果以这个个人生死为重的话，极其于了脱生死。他们古人讲了一句话，生死未了如上考妣，这个成语我写一下好吗
这是佛门常常等的人啊，这是中国我们的祖师讲了一句话，没有什么事情比生死更重要的。当我们生死没有了的时候，非常的急，内心非常的逼切，非常的苦，苦到什么程度呢？如上考妣，考着父亲，妣着母亲，对不对？好像死了父母一样。你想想看，我们父母往生了，内心你看啊，那种忧伤呢，真是没有办法形容。那现在就是说，假如我们生死没有办法了脱，处在生死的轮回痛苦之中，哦，就如同死了父亲母亲一样的那种情形，大家想想看，对不对？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啊，你说对呀，佛教不是叫我们了生死吗？是这个苦海呀，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也好，或是说到这个啊涅槃解脱的那这个彼岸去，那是这是我们目标，是没有错。问题就是说，假如每一个人、每个学佛的人、每一个人都这样的心情，你会不会来盖我们这个庄严寺这个道场？你会不会办种种活动？没有办法啊！他把这个事办成不是他的本业，只有一心用功办道了脱生死，才是他的要他的这个当前的一个目标。在这个情况之下，佛法就没有办法开展。没有办法开展，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啊，就说究竟一个净土，我们常常讲要求生净土，好，净土里面就是一个包括了起码三方面：理想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必须身心清净，每个人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哦，有了烦恼，大家会吵架；有贪嗔痴存在，这世界怎么样子都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安定，对不对？所以在这净土里面，理想的世界里面。没有种种烦恼，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非常的清净啊，身、口、意三业都非常如法，非常清净，没有一点这个错误的表现行为啊，这是在净土里面。第二，社会人与人之间非常的和谐，不会在这个你争我夺，也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佛教里面所讲的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冤家路窄，我们不想见到人，偏偏一天到晚见面，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很大问题。那么相反的呢，我们爱的人，我们喜欢的人，偏偏啊不能在一起，啊，这就是我们人间的缺陷。那么在净土的世界、理想的世界里面啊，社会非常安定，人与人间非常的和谐。